別人跟我打招呼，但我又想安靜不交談，但如果不回應別人，如像冇禮貌，別人也可能起親心，怎麼辦呢？咁呢件事好容易辦啫喎，你點樣樣咧？你攞張紙寫住止語，掛喺呢個胸前，止語就冇人同你講噶啦，冇人會同你講嘅。點解你唔做呢樣嘢咧？止語有冇啊？有的嘛，寫了部分不夠大啊，字太多啊，不用了，你寫你寫那么大張夠不夠啊？止語，如果人家跟你講嘢咪得囉，都不用講就算止語，那咪得囉，那你就實得啦。我不相信呢個人止語都會鬧你起親心，不會囉，他不會的，就是你自己做不做嘛。咁如果另外一種方法咧，就係話：喂，我哋喺度佛堂咧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唔想交談，我想止語修行啊，我唔相信佢會鬧你嘅，止咩語啊咁啊？佢唔會噶嘛，佢都係嚟修行噶嘛，咁你咪提佢咯。好啦，短期出家嘅戒指，如果期間犯戒，是否要懺悔？如果你犯咗根本戒，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，咁就明年再見啦。即係你可以繼續參加，你已經破咗戒啦，你射戒啦，你破咗戒啦。咁你如果你犯輕戒咧，唔係殺盜淫妄嘅咧，咁咪你要懺咯，你要懺悔喎。咁我同你講，唔好犯啦，我唔得閒啊。如果你哋幾個人犯咗之後點懺啊？點懺啊？咁成日追我懺，我邊日得閒啊？又要答呢樣，又要講嗰樣，你幫下我忙，唔好犯得唔得？唔好你。幫下手啊！唔好煩啊！你煩咗又要揾我去參，唔好啦，唔好啊！即係你唔好越幫越忙啊！到時哎呀，我要參啊，參啊點參啊？咁又要大德一心念，咁好麻煩㗎。